国内今年新增加六个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，其中有两个是对美国同印尼落地的。另外四个是同桃园医院群起相关的本土个案，分别是一个医院的护理师同一个外籍看护，同两个按863的武汉人确诊。桃园医院武汉肺炎的群起案继续扩大，一下已经有两个医生、四个护理师、一个外籍看护、两个确诊者的武汉人死亡。指挥中心今日讲，医院员工有353人要隔离14日，平日陆续成功。比佛普利桃园医院一下已经有5个医护人员确诊，桃园市卫生局已经启动应变，协调由福建内急救接应医院来分担普利桃园医院的重症病人，给医院的员工扩大隔离，今日打造还有民众来支持加油。特别是一个确诊武汉肺炎上火的新冠人，不满治疗超过14日，还希望医生今天做持续用心，而继续留意医院隔离。大部分经验同发病上涨提升，自控特别是卫生局统计关系来，各位特别企业应听卫生局按样的做法，莫唔得到不准上涨。世界卫生组织今日召开执行肺炎会议，美国、欧盟和欧洲都强调与中国进行通联非常重要。美国航空公司是为中国交出自信争取的成功，不过中国天天扮演副议停止可口以外的政治施压。